十八号假日的新年中山路，邮局员工加班，和民众购买到三杯羹，九点一开门就挤逼的坐坐人嗲，有人是要欠钱要来汇钱，有人是专工要来领到三杯羹，去邮局方面特别将人嗲来分流，同时发送到号码牌啊，都是改量体温，靠法多放人入去邮局。第三杯羹开放邮局会当来购买，只要早着健保卡加1000块的现金，就当到柜台来办理。真侪民众人感觉讲，唔免真久的时间就领到，真方便。5分钟的时间，去超商的超商的好处啊！宜家，因你要全员动员的话，应该是要宜家要紧。哎呀、啊，边看一般拢是民生用品吧，啊，无过来就是旅游安尼尔。这回邮局方面有那三百公的购买，特别印制着专属号码牌啊，同时开着专属的窗口，和民众做使用。新安中山路邮局九点开门，截至9:10已经有超过250位民众摕着号码牌，同时领完着三百公来离开。民众讲连准来等真久，不过帮忙着厝内人领3-4分，竟然免5分钟的时间，要不到5分钟吧？我觉得蛮快的。没处理这样。可能像我们家庭主妇的话，可能就是去买一些日用品吧，买一些必需品、日用品这样子，两份。比较着邮局领着三杯羹的人潮，消化真紧。隔壁邮局的便利商店的机台头前，却排着侪侪人，搁爱插健保卡，为人搁爱拍入去着号码，等待时间着比较较久淡薄啊。今日去邮局来加班，换收了三杯羹，有计有1320分，早至到10点，超过着300人。到下晡5点，应该会当全数消化完毕。南平新闻台新闻采访报道。